家乡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过年好。老板、啊、您这是干嘛呢？我怕我不带点装备我喊不过他们呢。这把那个给我拿来。老板，您这又是干嘛呢？给他们甩个包袱。来，王会计到，把咱们公司今年的业绩情况给大伙汇报一下子，也顺便让我在这里交一下子傲。我们公司第一季度盈利55万，第二季度盈利66万，第三季度盈利77万，这咋整的？第四季度盈利99万，我的妈！是什么玩意儿拨动了我的心弦呢？我咋这么优秀呢？通知公司啊，咱们马上搞一个辞旧岁迎新春的大 party， 参加人员是我们公司的全体员工以及他们的家属，以及以家庭为单位，每个人带6个邻居。我们必须得交流造作一下子。去吧。去不了了。为啥？老板，我辞职。这怎么还辞职了呢？这干得好好的啊。你儿子天天来公司找我要钱啊。贾总，不是我说您，您这教育理念太有问题了，就你这个惯孩子的办法，公司早晚也没啊。但是您放心，我出去了我一定好好混，我早晚弄个副总什么的，有一天您没工作了就来给我打工，这是不是好消息？我那怎么说，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是咋的啊？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您客气了。行了，别说了。没错，我是在教育儿子这方面的我确实有很大的问题。这样，接下来你要再见到他的时候，咱俩就演个戏，好好的教育教育他，就说咱们公司一分钱都没有了。您很快就会见到他了。为啥呀？他一来我就心慌。怎么呢？他一来要钱我就心慌，一次都没差过。是吗？啊，不行了，贾总，我回避一下。哎呀，我这心。不是。哎呀哎呀，我这心呐。这么准呢？你咋不主持天气预报去？你这家伙，这人搁哪呢？这人啊？停！哎呦，妈，这个冒金星的出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来，走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知道这叫啥吗？错，上面有我照片，这属于偶像包袱。爸爸，过年好。我不在，我不在，看不着，看不着。这屋里咋没人呢？我爸上哪去了？这大过年的，怎么还给我爸整隐身了呢？哎呦，我他妈疼啊，疼啊！现身，咋的了？咋疼儿子？爸爸，啊、爸爸，你别慌，我就是兜有点疼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是兜啊，又是给疼穿孔了吧？你兜啊！爸爸，你说大过年了，我给你拜年，你说你不回点什么吗？你没给我带啥，我给你回啥呀？跟哪个？过年好！一句深深的祝福啊！漂亮！那爸爸给你回一个深深的赞。爸爸，你儿子比较讲究，有赞必回。你给我上一遍。回啥回？我朋友圈都给你拉黑了，你找我干啥你啊？爸爸，别着急，你看怎么能让您生气呢？来，您坐着说话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说我爸爸啊，这大过年的，你说这还加班，真敬业呀，我服啊。啥意思？这你这是传说中的支付宝的敬业服啊？支付宝到底啥意思？爸爸，给我10000块钱，我要创业。你放了别人吧，你还是先创我吧。爸爸，我企划书我都写好了。我的妈，企划书都写好了，快拿来给爹爹看看。爸爸，你看。咋自残呢？要啊？有点迷糊，就是告诉你在脑子里呢。
在脑子，我儿子都长脑子了。我的妈呀！爸，爸，爸，爸爸，你听我说，我好好给你介绍一下。你介绍吧。我这个企划书第一步，确认合伙人；第二步，是否用新媒体介入，邀请远方客户进入；啊，第三步，咔一下子我就直接开会；第四步，研究怎么样分红。啥意思？我想喝酒。喝酒我拐这么大天弯，你喝酒就喝酒呗，你喝酒的话你说那邀请远方客户端介入这啥意思啊？这外地哥们儿不来不了吗？完事视频喝完事咔一下子干杯，咵有时候也圈一个拉倒吧。哎，你这酒都流水满嘴牙都是。行啊，乖儿子，对，可别整那个。那行，我喝酒爸不拦你，那我再问你一下子，你说后边有什么开会，有什么确定分红啥的，你这咋这咋实现呢这个呀？爸，喝完酒了以后是不是得上劲儿？对呀、啊，上完劲儿以后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啥都来了啊，就是要啥有啥呀。爸，我跟你说，全是咱家的，别跟别人说。什么玩意儿？跟别人说呀？什么就不跟别人说呀？我告诉你，也就是咱家你妈呀，当初走的早，把你留给我了。要没有你的话呀，我们早改嫁了。我妈呀，那你咋不嫁呢？有你没人要我呀，有你呀。百因必有果，宝宝不想你受挫。你搁哪学的这玩意儿？爸爸，你就说我这个项目怎么样？行了，儿子，你啥别说，你这项目特别好，爸爸也特别赞同。但是呢，哎、爸爸就劝你一句，你别喝酒，一喝酒容易误事，而且还能成为你终生的痛。何以见得？当初我就是因为喝了酒才有了你。现在在我这儿啊，痛一生啊，我跟你说呀。那止疼片子一把一把吃，啥用不管呢？我就纳了闷儿，你说我那时候酒量咋这么好呢？我真想给自己点个赞。漂亮，好赞。那么此时此刻一万变两万，这怎么还坐地起价了呢？宝宝现在心情不好，宝宝要钱出去溜达溜达，散散心。你这不刚溜达回来吗？人家溜达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溜达，你溜达是一个州一个州的溜达呀。我问你，你上个月去哪个州了？欧洲。上上个月呢？非洲。上上上个月呢？南美洲。这回你要去哪呀？苏家屯。你上苏家屯干啥去？吃碗冷面缓解一下心情。那你就不能打个小蹦蹦去吗？你高调个啥呀你啊？爸，你就是不给是吧？不给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要放大招了。你放大招，你炖大鹅我都不闻那个味儿。好，你是我爹是不是？咋的？我找你妈去。干啥？奶奶来了。妈妈幺幺幺幺幺。不是，我就想问一下子，咱俩搁这一直叭叭，老太太就搁门口杵着呢啊。叫妈。母亲，过年好。爸爸，快坐，爸，快坐，坐坐坐，咋把你给折腾来了你啊？你先别听他说话。奶奶，怎么了？哼，你说你这儿子，啊，太不懂事了。大过年的，我管他要两万块钱都不给我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孩子，啊，二十多岁大小伙子，张嘴闭嘴管你爸要钱，你爸挣钱容易吗？啊，一边待着去。儿子，妈妈，你看你给妈买那个新房子装修还差五万，咋办？早准备好了，我的乖。谢谢儿子。你说你这孩子，张嘴要回钱就要两万，给五万。哎呀，哎呀，哇！哦，爸爸，爸爸呀，爸爸，你品，你细品。哎呀，这是。妈，你干啥呢？你说你把这五万给他，你装修咋整啊？也是啊，装修咋办呢？哎呀，再给我五万吧。哎呀妈呀！你不能老这么惯着他呀，妈呀！你说这孩子从小走道卡了，你把地给打了；骑自行车摔了，你把车给拆了。这长大没钱花了，你可着我一个人夸着。
我就想说，这个奶奶和亲孙子这个身份已经确认了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的朋友，就好像一只蝴蝶要飞进你的窗口，结果妈，你给我挡了个纱窗，我蝴蝶直接就变成了看门的大狼狗。行了，妈，你啥也别说了，要这么整的话，我要辞职，我这儿子我不干了，我当孙子。那不整差辈儿了吗？啊！再说你要当孙子，我孙子还不乐意呢。我过年了，玩呗。你啥意思？我行，我给你个大肥踹踹。奶奶，你看，爸，消气儿。反正我这钱也有了，你别生气。行，我明白了。这样，那咱俩今天就换换啊，把衣服脱了。来，啥意思？咱我现在是儿子。你干啥呀？你是爹啊？爸，不是。别说了啊，真的啊，你不老说什么当儿子当挺痛苦吗？今天我就感受一下，我看你是咋痛苦的，行不行？爸，我现在是儿子了，别说话了。你坐这，你。妈妈坐那，帮我坐那啊！叫错了，奶奶。行，我就给大伙整一个完美的孙子啊！来，从这边开始来，还有刚才那摇头尾巴晃那劲儿是吧？来，走起儿。来，起球。你这等会儿，你这光往里杵呀，还有往外杵的呢。咱爸，你这范儿对，但是你少了一个环节。啥环节啊？你嘎进来，你爸爸过年好。我还得给你磕一个呀，我呀。干啥？我踹你啊！你奶奶！哎呀，看看他呀，你耍赖了。哎呀，过家家就过家家，好好玩，急啥眼呢？你这心是真大呀，妈呀！哎呀，你俩各就各位，开始。把钱给我。笑着完了。你这钱是我奶给我的。什么？现在我是孙子。你是孙子，我也不能给呀。你给不给？不给。给不给？不给。啊，那耍赖呢。我孙子整这出挺可爱，你整这出有点恶心。哎呀，我看吧，你快给他，他能要你钱吗？你给他，奶奶再给你往回要。哎呦我的妈！快给他，刚到手。过来，给。哎呀，奶奶肯定会往回要的。要吧。爸爸呀，是让你演孙子，没让你超越孙子。就是你这样，你没给真孙子留条后路吗？我不要了，我那玩意儿弃了。那怎么的，使这路子？咱家这么大公司，那以后还不进钱了？谁呀？还钱。开！别懵懵了，不是你俩干啥来了？对呀，咱俩干啥来了？还钱啊！对，感谢贾总在我们哥俩创业初期对我们的支持。通过呢这一年的不懈努力，我俩呢把钱挣回来了，还你。那个，我稍微打听一下子，就是这钱能不能明天还？明天那不过年了吗？欠钱不隔年，隔年讨人嫌。对，走起儿。谁叫你俩给干抽筋儿了？不要！不要了！要！不要！要！不要！要！别搁那嘎达闹！停！干啥呢你俩呀？咋的？你退休了？他接班了？我俩拜把子了。阿姨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家爷俩玩过家家，角色互换。你们家都以这种形式欢度春节吗？哎呀，这好啊，这不过年了吗？人家就这么玩，那咱俩得配合呀。贾总，啊、还你钱。哎，这儿还有呢。巴拉巴拉，别！哎呀，
爸爸，爸爸，你品，你细品。这此时此刻，我有点心情。你想干啥？我想走曲儿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我的天哪！哇，哎，你说这么多钱，你说怎么花呢？哎呀，这省点花呗。省点花，爸爸他也会花完的呀。花完没关系，你不有个好爹吗？啊，我是好爸爸呀，爸爸有钱呐，爸爸还有个保险柜，你忘了吗？啥意思？没事，爸爸把保险柜都给你。不是，爸，你这么的啊？哎，我明白你意思。现在我就下去，我给你取钥匙。不用不用，你坐那个，坐坐坐，不用你取，你钥匙还用取吗？丢丢丢丢丢丢丢。我这叫放长线钓大驴。哎呦我，这是高手啊！啊，来吧，爸，你啥意思啊？都给你，爸，这都没有，我这够。你看，房产证不是，还有银行卡，爸，都拿去。呀呀，就花就完了，去吧。不是，去苏家屯吃冷面吧。冷面那都现压的，那你还弹牙呢，还 Q 呢，巴巴的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吃完冷面，别人不让你走，把钱花过，你再找爹。爹不行，卖点血，还可以搭他半拉腰子。不行，咱这家里边不还有一条柯基狗吗？咱爷俩一人一半，半拉柯基。不是，爸爸，你看花呗。你看明白咋回事了？看明白了？咋回事啊？俩人玩过家家，干急眼了。你是不虎啊？这是过家家的事儿吗？我感觉贾总当初借我们钱是在帮我们，今天还钱有点害他呢。那咋办呢？你这样啊，你一会儿仔细的盯着我，看我嘴型行事。那行，我能看清你嘴唇的大。贾总啊，啊，我们欠你那20万可还了，你欠给我们的50万什么时候还给我？啊，对，还钱。咋的？我什么时候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什么时候欠你们五？你俩是饿了要搓着食啊？这是啊。啊，我现在不是孙子吗？贾总在这儿呢。啊啊，那好吧，来，小贾坐。哎呀。贾总，贾总啊，还钱了？啥钱呢？50万。啥时候欠的？刚才欠的。刚才欠的？对，不是我说的刚才呢，是你们公司倒腾刚才管我们借的50万。你可别说话了，你这话都说不明白，就是刚才欠的。啊，刚才你刚才欠的，刚才我也不是爹，他爸，咱俩换回来吧。不换，我现在上瘾了。那你这么的，这还有25万，完了公司上有账。那啥，会计啊，到来，哎，来来来来，那什么欠人钱，完了给人25万了，完了你给我汇报一下今天公司的流水来。贾总，他是爹。啊，这是汇报一下。第一季度本公司盈利12万，贾小脸支出11.9万。第二季度本公司盈利15万，贾小脸支出15万。第三季度你这停一下，这全我花了，我兜咋还疼呢？你爹还心疼呢。心疼？那不对，公司肯定有钱呢。有是有，但是不能动。那钱还能有不能动的？那钱就是花的，怎么不能动呢？要不您看看您自己写的规划日记。日记？妈呀，还有日记呢？写的什么呀？这是2013年7月29日。瞎要钱了，那最后，好儿子，妈这辈子知足了。
妈，我爱你。干嘛？干什么呢？你看明白咋回事没？我看明白了，咋回事啊？我50万丢了呀！你这么数，那50万不假的吗？小脸啊，叔叔，刚才我们说那50万是骗你的，哎，你得多向你爸学习啊，你爸不容易。贾总，我俩呢准备今天还钱，明天拜年，但看你家这么团圆，我俩呀今天就祝你们阖家欢乐，幸福安康。谢谢啊，祝福收到，咱们也没啥可还你的，真的，等会儿都到咱家去吃点团圆饭，喝点小烧酒，快快乐乐过大年，来走曲儿。